慈善无国界，但我们中文志愿者，我们是有国界的，我们就是中国人。飞出带你游世界，飞出带你游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生活在泰国的肥叔。今天我们是中文志愿者，准备团建过元宵。这次的团建地点是我们志愿者林少怀赞助提供的，是林总的私人会所，超厉害的。对，我们志愿者团队真的是卧虎藏龙，有许多来自各个领域及行业的精英，有好几个还是各大商会的领导干部。不过在中文志愿者组织里，大家都是为华人服务的普通队员。这些是林总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，稍后还会有晚餐联欢，下午5点之后大家陆续到场，还有来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领导、报德上堂的董事及其他嘉宾。开餐前他们在玩这个棋牌游戏，你们有人懂这个吗？我第一次看人玩，据说是在泰华人喜欢的一个游戏。我观察了一下，大概就是用象棋、王牌九。餐前先来个大合照，好，各位同仁大家好，请安静一下，我们马上开始。然后介绍李林的代表及嘉宾，接下来介绍我们报德上堂的董事尹凡。好，今天参会的还有我们的石队长。好，那我们就送给他，我们北京参会的副会长陶然，也是我们的副会长。河北商会的会长孙旺强先生也是我们的副会长。OK， 与会的还有使馆代表，并且为我们带来了礼物，以及然西医院的代表为我们带来抗疫礼包。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代表讲话。虽然说慈善无国界，当然我们不但要救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也会救我们的港澳同胞、台湾同胞，全世界的只要他是我们的华人同胞我们都救，甚至不是我们华人我们也救。但是大家永远要记住，我们自己是中国人，我们自己的血脉就是中国人的血脉。慈善无国界，但我们中文志愿者，我们是有国界的，我们就是中国人，好吧？那在此，明天就是正月十五，15之内都会来，在这里再祝贺大家新春愉快，新年快乐，也预祝明天15团圆，好吧？谢谢。各位大使馆代表，以及各位志愿者朋友们。我们今晚的晚餐是小火锅，一人一锅，还有佛跳墙。接下来是 K 歌环节。你躺在那天窗前，有人看见除了聚餐联欢，还有礼物拿回家。关注我，点个赞，转发加评论，肥叔带你了解更真实的泰国。
谢谢。